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棺，棺面光滑发亮，猩红欲滴，看着令人毛骨悚然。专家利用 X 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棺，棺面光滑发亮，猩红欲滴，看着令人毛骨悚然。专家利用 X 专家们在墓中发现了异常，提取出来了一件墓志器物。经过清洗，发现这竟然是一件墓志板凳和现代墓凳子如出一辙。紧接着，专家又在旁边发现了几件西斩和底托，表面光滑，形似莲花。这些物件经常出现在祭祀或宴会场所，是常见的礼仪用具。专家们的发现让人惊奇，除了这些，墓中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棺，棺面光滑发亮，猩红欲滴，看着令人毛骨悚然。专家利用 X 光探测棺椁，却发现棺中一片空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后，专家在棺椁四周发现了四大神兽的图案。难道是棺材被下了某种结界，所以才看不到棺中的情况？专家们在墓中发现了大量精致的锡纸器具，最为让人惊叹的是，这两件这是一枚锡杯和一座锡酒台子。这些是用来串以美酒的酒具，杯口如同花朵绽放，其美观程度颠覆专家们的想象。但是专家们注意到这些酒杯明显过小，不像是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的酒杯，此时老队长讲到，这是古人世子如是生的丧葬习俗。陪葬品通常代表了墓主生前的爱好，看来这位墓主明显是位爱酒之士。紧接着，专家又清理出一件寒瓶，这在古代常用于承载美酒。专家不禁大惧，他还真是个酒蒙子。清理完寒瓶后，棺木外围的工作告一段落。等到专家抬起头来看，这才发现周围围满了村民，看来现场开棺
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棺，棺面光滑发亮，鲜红欲滴，看着令人毛骨悚然。专家利用 X 光探测棺椁，却发现棺中一片空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后专家在棺椁四周发现了四大神兽的图案，难道是棺材被下了某种结界，所以才看不到棺中的情况？自从专家发现棺木四周存在四大神兽后，每分每秒都在想着开棺探查，因为这种棺木实属罕见。但是在开棺之前，专家们先进行了一次 X 光检查，让人奇怪的一幕发生了，电脑屏幕上一片空白，棺中情况完全看不清，难不成是机器坏了？就在众人困惑不已时，滴答滴答的水声引起人们注意。看到这里，专家恍然大悟，原来棺木在地底埋藏时间过长，导致地下水完全渗透到了棺中，所以 X 光检测才会出现一片空白。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想要打开棺木就必须先将棺液排干，这样才能保住棺中的文物。为了保持棺材的完整，专家在棺材底部四个角各打了一个洞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于棺中文物和棺木本体的损伤。很快棺液排出，激动人心的开棺时刻来临，专家用锤子一点点地将木楔打入棺底的缝隙中，然后利用起吊机将棺木上半部分完全分离，下一秒墓主的尸骨暴露在了空气中。很快专家们就在墓主的头骨旁边发现了一块木板，清洗过后专家解读上面的字，发现这是一块买地券，这在古代就相当于地府的房产证。有意思的是，专家在上面发现了买地用的虚拟金额，竟然是99999文，这一幕逗得专家一笑。仔细解读上面的文字，专家了解到墓主人为于氏七二娘子，但是查阅了宋代史记并没有发现相关信息。专家觉得也许这位于氏七二娘子可能也只是一介平民，只是经济实力方面稍过于常人。随后专家在墓主肩部发现了一柄金背木梳，旁边还插着根鎏金发簪，花叶交错，凤鸟展翅，做工细腻精湛，无不透露着奢华气息。不久后专家再次清理出来一套餐具，有一件漆盘和漆制勺子组成，漆盘形似莲花，表面光滑，造型轻盈，颇有一番自然韵味。除此之外，专家们还发现了一对金耳环，形如一轮风仪的弯月，整体纯金打制而成，造型精致，小巧可人，想必墓主生前十分喜欢这件宝贝。随着最后一件文物的出土，这次的考古工作圆满结束。本期视频也到此为止，关于这座墓葬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